讲，虽然不好谈，但是不是不好谈，这一次不好谈，将来要好谈，帮我们开小心点。我要开始这个第五章哦。进入第五章之前呢，这个开始进入很详细的介绍它的结构之前，我想要让各位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去学习这个地理化学？地理化学大概是所有说学有机的人，应该这样讲，化学学化学的人，然后进入有机领域的人最痛苦的是地方。地理化学大概是这个决定的所有的这个应该这样讲，位置选择地理化学选择，大概就是因为地理有机的大学以及你所学的这个地理地方，不仅有盲点，不会有地方盲区，大部分都还在你的这个地理化学选择线上，就是你的位置选择。位置选择地方，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看啊，这是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药叫这个塞洛马。证明呢，这样的结
结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碳中心哦，在这里。这个碳中心呢，有两个氯化铸，以后我会教你，一个叫做 RO， 一个叫 SO， 一个叫 RUSO。差别在什么地方啊？差别在于这个碳，它就接三个键，这边是一个键、两个键、三个键，还有第四个键是七，所以它有另外一个新的作用。这四个键的安排不一样的时候，各两种可能性，各两种作用的可能性。一个是 R， 一个是 S， 其中呢有一个具有安泰的效果，另外一个非常基于这个排油的很高的。大概在1960年、1963年，那时候呢就一共六大了，禁止它使用。可是呢，这个在欧洲已经产生很大的效果，印象中都是要五万多个，因为是新的机器，但是我们不要后悔，没有后悔，就是产生很大量。它实际上在美国，我记得印象中在美国，它也是因为有些药材欧洲流行，就在美国啊，有曾经有死的病例。都是因为服用这两台药之后，产生了这个畸形胎，畸胎的这个下场不好。再被禁用了几段时间，可是呢，这些药呢，基本上，只要你吃药，基本上，因为它这个分子哦，它的这个对分子效果不好，然后呢，它到人体里面去之后，就常常影响这个免疫系统，它会存在就 RS 跟 S 的关系，就这个药呢是这么对的，不能被使用。可是一直到2016年，这个药又挖出了重新使用，用在哪里？它被发现说呢，这个药是对那个抗菌的产生是有很好的效果。那也就是呢，它被癌症引发。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核准它上市的目标是用在抗菌。啊，因为你们算算不是我开吗？它是被开的，没有上市。所以原则上呢，它后来这个使用的部分在2016年的时候。它是这个，那第二步在哪里啊？在很多发性的那个骨髓瘤的治疗上面，这个药呢被证明是有功用，被证明是有功用。它是不是在最近这十年来比较广受使用？在做化学里面，或者药物开发里面，因为在过去的这一百年左右。尤其化学很多发展，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合成方法的开发，很多化学建立之后，这个全世界有非常多的成果。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药物都已经被开发出来，做完了所有的临床实验。只是呢，新一代的药出来之后呢，这个旧药就被抛在，然后呢，去临床实验。那大概在我现在大概十年左右，不到十年之前，有一些很大的机器出来，在机器跑出来。可以做一些快速的这个 cell based screening， 以细胞为这个测试主体，可以测试各式各样不同的药物，有点像乱枪打鸟。手上呢，你可以去外面跟那个厂商，或是跟那个药商去买这个分子，里面可以是随便做实验几十万的挂号，然后来再去送。比如说这一株细胞是这个有胃癌的啊，直肠癌的啊，肝癌的啊，各种不同细胞。这时候这个细胞会使用，比如说这个细胞也是做测试，一盘的测试，1000种，看看哪一个细胞有反应，挑出来再做细胞的测试，看它是哪一个。在这种条件之下，过去的时间把一些旧用没有用的药，都慢慢的发展回来，发现你虽然在原来的这个治疗上，它已经失去优势，可是在一些不知道的地方，哎，它相去了它很重要的。所以呢，想一想，现在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方法。再想一想，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方法，因为你吃这个药就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但事实上，它是可能是好的，不如做其他的事情，去增长更多的免疫力，达到更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到目前为止，虽然说我们除了药物用，可是我们观测的是整个分子在身体里面的免疫表现，因为很好的方法去用看你去这个模拟这个分子到身体里面去。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变成很好的方法去做，或者是一个方向该怎么样去进行这个药物在身体里面的活体里面的一个解剖，但是很多人在做，在德国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写 Sino
surface 实验，但它是一个大量的实验，它就需要一台的开始处理高通量的在学习。那那一台机器是需要负责的，就是一下子是两个，它高度不会一台的话，没有，就是自动在筛选，然后把那些筛选出一些的病，或是让你再去做一些医疗化，让你从这些后面再开始做新的药物。当然，过去几年很多药物成功的发展，就是我一个目标，大概在大概在这个第二十年左右，然后它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四代，可是我没想到它就被掌握了，它就形成了这个情况，一样就是利用有点像这个输入的方式，用高端筛选的方式，把这个情况出来。它好处是什么？它就不用做第二三期，一个人群的，它只需要去做很遗传的对这个药物，对这个疾病的直接的帮助，它不用来做前期的筛选，那个人群。但是呢，有这个一个是最大的，对不对？好，我们去看下去好了。靠这个消学的问题，那是不是只要有这个地理化学的存在，你做这个地理化学的对拆，就是你去分离它的不同的化学地理结构的时候，那就产生不同的结果？也不是这样的。有两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药的，它就是以这个消学方式在。
这边就是他的镜像。什么叫镜像啊？他看他是去看镜子，就像是我的手指，大拇指跟大拇指是一个手指，全部都是一样的。可是呢，你把它打开来说，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左手右手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没办法重叠啊，你怎么找到这个产品？你怎么找到这个产品？对不对？这个分子也是一样，它是镜像，无论你怎么转它，它都不可能重叠，它都不可能重叠。这样的分子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个镜像粒，我们称之为是一个镜像粒。其中呢，有一个是 R 缝，另外一个是 S 缝，一个是 R 缝，一个是 S 缝。所以呢，我们就慢慢告诉你，整个地理化学的演进是怎么做。我们在这个考完试之后，在进行物理化学告诉你怎么做啊？我会从小 D、小 L 正负，就是你们所学过的这个表面振荡大法，就是分讲。当时怎么被进行出来？它是正负是怎么来的？一直到你所学到的，比方说优米海，你们的氨基酸大 D、大 L 是怎么定义？怎么样子把大 D、大 L 再引进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 R 后面的时候？回头再跟你交代你怎么研究的过程。然后我会选择使用你们最熟悉，应该是你们最熟悉的结构，就是一个氨基酸结构 ，N。教你怎么画这个氨基酸结构的时候，你可以判断它是 D 活动，它是 R 化，它是 O。所以你慢慢的要去有基本这样子的概念，才能够把你的这个化学结构的这个完整的结构结构把它建立起来。你知道身体里面啊，都是有动的，你一旦出现低动的，都表示你身体里面进入状况。你像是这个低动的，就跟大家讲过，不会出现的。就在心理里面，但是呢，我们发现，在一些老人家哈、哦，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会在一些这个位置会发生一些不同的这个，或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就这样一些。那所有的生物分子基本上都是具有这个展性的，包括核酸里面的 ribose、inhouse ribose， 或者是这个 sugar， 所有的 sugar 都是很高的这个展性分子。那氨基酸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之后的课文跟大家介绍一段，然后请你们要先把前面的这个连续咨询的课程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地理化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哦。我一样会把这个模型呢留在我的实验室，如果有。这个不太懂，一定要去往外查找，不然今天如果听不懂，后面就会很难看懂。我从今天开始到上馆之前，我都会把这个放在前面，我自己下车自己来玩。然后，我就需要一些模型。我们在这个最后一次上课的时候跟各位介绍过，地理化学的建立呢，事实上是在从1848年开始，这个19世纪中间开始，发现陆续发现一些重要的这个有机分子、化学分子，它具有这个很特殊的这个光学的性质。那这光学性质怎么形成了这个分子本身的这个？结构，然后呢，它的一些重要的生物的特性啊，才陆陆续续在1950多年、1950多年慢慢的被研究出来。那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呢，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先从之前跟各位看过的这件事情呢，来跟各位看起。那什么人呢？在相关工作上，我们是一个这个异构物的这个异构化的理论，对不对？一个分子是进入异构物，你要先确定这个分子本身是不是具有一样的，这些分子是不是具有一样的这个分子式，是不是具有一样的分子量？如果它是，我们才开始讨论反应率这件事情。好，如果它是具有一样的分子量的，可是呢，它具有不同的 bonding 的 arrangement， 它的间接结构上是不一样的。这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个 transitional isomer。叫做结构异构物。
力球来比，这是由不同的电极的安排出来的。哪些例子呢？比如说，你今天是 Happen， 这是一个 Normal Pattern。你今天如果是长这样子，一样是五个碳轴组成，分子式不变，分子量不变，这个叫做 Isotropy。如果呢，你今天是长这样子，不是型的，一样是五个碳轴组成，每一个都是不饱和的，每一个都是饱和的 sp3， 这时候我们称之为是一个 Male Pattern。这些都是错误，可是它是结构错误，因为你一看它就知道是不一样的结构上的。如果呢，这样子的结构物呢，它是不存在有不一样的当量 reference， 它的当量 reference 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它的碳单位、碳氢位、碳跟其他的原子结合的结构上都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就进入所谓的 stereoisomer， 叫做异离构物。很大的特色，第一 ，cannot be converted by single chain rotation， 也就是说呢，你过去对一个单键做旋转，结构做翻转，它是不会百分之百的让你的分子能够重叠，不会遇到的分子，这时候呢。它才是真的是一个是叫做 isomer。 第二个，它的异构化的发生 isomeration 必须呢是在 sp3 的卡桶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进入你的下一个。但是如果说你是违反的，你的 isomerism， 你的异构化的过程中不是在 sp3 的 carbon， 它呢还是属于那种异离构物哦，这个叫什么异离构物啊？就在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跟大家提到，如果它不符合这个在 sp3 上的 carbon， 这时候我们称之为什么？称之为 geometry isomer， 叫做几何异构物。
做非镜像。
光呢，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一起进，同一个方向一起进。在其他这个，只是在这个纵轴方向，其他这方向不会被滤掉，它只留给你这一条纵轴的方向光啊，其他地方停下去。好，这个光呢，如果通过了。你的 sample， 这是一个 sample to base， 对，经过你的 sample 之后，这个 sample 里面呢是含有你的代测物的，含有你的代测物的。这个光呢，经过这个代测物之后呢，这边的这一个垂直极化光呢，产生的旋转。假设这个是你往这边旋转，往这边旋转的，出现两种可能性，你的眼睛呢是要从它的后面看进来，从后面再进来，这个地方呢，我们叫做正，这个地方叫做负，这是正，这是真的 clockwise， 你眼睛看到就是 clockwise， 往这旋转就叫做 clockwise， 这样是不太适合的，这个问题。所以事实上，第一个被定义出来的具有光学性质的光学物，这边名字具有正的，这个正的不一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告诉你，这个分子碰到了光之后，它呢会往什么方向旋转？就这样子而已，就这样子而已。那正跟负跟小跟小有什么关系？绝对关系。什么意思呢？当我看到了正，它代表的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clockwise， 它是一个顺时针旋转，让你的光呢整个变成顺时针旋转方向。这时候呢？你就会得到一个拉丁文叫 Dextrorotary， 它是往正时钟方向旋转。因为有这样子的 Dextrorotary， 所以你只要能够让你的这个极化光呢往正时钟方向旋转，你会把这个是一个小地地缝，小地缝，它就是跟正时钟的关系。如果呢，你让这个光旋转的方向是 counterclockwise。这时候呢，叫做 double， 我们把这个是小 l， 实际上是把它的英文，把它的拉丁文名字，所以正它就是小 l， 负就是l， 这个词的通通都是实验数值，指的通通都是实验数值，所以呢，你的 d l。你的正跟负，当时是你的experimental results， 这实验结果。那它能反映出来说这个结构长什么样子？不行，还不行哦。当时候呢，发现这个现象之后呢，化学家就开始去分析它了。这叫做 tannic acid 呢。有两个可能性，是打分的可能性。那先画出两个可能性给你看。L form 的 tartaric acid，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哦。这是 L form 的 tartaric acid， 这个呢是 T form 的。这个结构的话才知道。好，你把这道曲线了解完之后，我们过来看。如果按照我们的异构化理论来看，这两个分子，它有一模一样的分子式，对不对？都是接，或者都是接酸基，酸基，中间你们看都是没有。这也是酸基酸基 OH， 这两个是异构物，没有问题。它的异构化的看在什么地方啊？在这两个，对不对？它的排列的方式不一样嘛，交换位置而已。对，这个看上面还是接这四个电子，四个电子怎么变啊？那如果说这个 OH 跑这边呢？如果说这个 OH 跑这边呢，这个 OH 跑这边呢，就是一个。但是呢，它这个碳基呢是一个 OH， 一个 H， 一个酸，一个氢，一个氮。所以有两个重要的
SP3 的 carbon 在这里，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这样转到 SP3。 哦，所以主要为什么这个碳根跟电它不是流亡的，它是一个 SP1 carbon， 是地面，它是 SP1 carbon， 果然这个 SP1 carbon 哦。所以呢，这两个是重要的 SP3 的 isomerase 的这个散发生异构化的一个反应位置。我们现今知道说，这是 L 泵的结构，这是 T 泵的结构，在当年并不晓得。当年的话，大家提到说，很奇怪哦，异构化物里面怎么会发生说有结晶出来的时候，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没结晶出来的时候，异构化物。可是你去分析它的原子，当年1848年没有 N 啊，没有 mass， 没有出来，什么都没有。它只分析说有哪些元素，有哪些关键结构存在。分析完告诉你，里面的无论是物体跟液体这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分子组成。也不是常数性的函数，因为它有一样的熔沸点，一模一样熔沸点，一模一样的极性，这是在当年的化学家所做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怎么看都是一样的东西，这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是主旋，一个是弱反差？所以他们开始去研究，该怎么去当这样子的化学化合物的结构来做定义。同样的分子出来，为什么对它那么性质呢？开始慢慢意识到，这四个碳里面有两个碳的组成。有可能会影响整个分子的结构变化，所以开始跟他做定义了。好，在进入之前，你只知道实验结果，这个顺时针转的叫第一根正，反时针转的叫做 L 根负，是它跟结构上的关系。不懂？你没办法，因为说你得到说它是正的，你就知道它结构长什么样子，是这个这个这个。你也没办法知道说给它一个小 L 的。符号在前面，你就知道说，它是这个，你也不知道。可是化学家跟生物学家，以前的化学跟生物就走在一起，对不对？不能够让这种事情去发生下去啊！你没办法告诉人家说，这是一个这个 discovery 的，它大概是，最终你说它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所以说它只能定义哦。所以从小丁小有正负这件事情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重要的这个。地理化学的定义的问题啊，开始进入了大 B、大 L 这样子的这个地理化学的这个符号，大 B、大 L 这个地理化学的这个符号的定义啊。
由 Laws of Diffusion 去定义出来 E 跟 L。 怎么定义的？他告诉你说呢，如果你今天得到的是一个大 D 的，刚才说 L 米团，这时候呢，我写给你看，它叫大 D 刚才说 L 米团，这时候你就在画出大 D 刚才说 L 米团结构。我们知道刚才说 L 米团结构是这样，中间还有一个 S 跟一个 O。如果我先告诉你它是一个大 D 的这个 glass of light 的时候，这时候呢，你就要把你的中间的 O H 放在右手边，左边的要放在 H。你先把后来放在右手。另外呢，有一个叫 L 缝的 glass of light 的，它呢是长什么样子？它呢，如果叫 L 缝呢，这时候呢，你要把你的 L 放在左手边，把你的氢放在右手边。这两个分子呢，就是互为镜像。什么叫互为镜像？他看这个分子，好像在看这个镜子。他看这个分子，好像在看这个镜子。好，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很多人告诉你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那个看两个分子，我们如果把它称之为它是这个具有长性的地理化学的话，简单来看，这是一个碳，这是一个碳。这两个碳，这两个分子呢，如果是一个长性化学的这个长性分子的时候，它有什么特性呢？它看了另外这个分子，好像在看镜子，所以呢，它的右手是它的左手，所以为什么叫长性？就是一个碳。台湾叫长性，在中国大陆叫手性，叫手性化，台湾叫长性化。甚至其实比较完整的关键叫非生化学。这两个分子会不会是一样的分子啊？看起来很像哦，可是两个分子你是永远没办法，无论你怎么旋转，单键怎么旋转，单键怎么旋转，永远都不会重叠，对不对？一定会有一个是错位的，没办法叫 superimposed，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那如果我把其中两个换成一样的分子？不再是四个都不一样了，两个会变成是一样，这两个都是一样，这样子。看起来是有镜像吗？镜像会不会存在？当然存在了。有谁东西？有谁看镜子看到自己的？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分子都有镜像，只是这个镜像分子能不能不交叉？所以当我是两边是左右手，这两边是一模一样的结构的时候，对着你看，这是同样的，这是同样的。所以我的镜像力体，我们的力体的概念，镜像力体波的概念，代表什么意思啊？是我的镜像，这个分子力本身镜像，跟它分子本身永远都不会重叠在一起，没办法互相的完全重叠在一起。也就是说呢，我四个所介系管子必须是不一样，四个都不一样。好，如果我有这个概念呢，我们就知道整个干涉要平衡分子里面，这是一个 SP 度。在 SP 度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地理化学的问题？SP2 是平面的，这样可以比较好一些。SP2 不会比较好一些。SP2 有什么问题？会有 cis 跟 trans。OK， 好。但是在座位的会员没有往这边两支持。Don't care， 你去没关系，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不是立方的东西，下面这个是立方的东西，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它接了两个，一样都是新的，这是 cis 多维。两个一样都是新的，这个碳经过旋转的时间不一样。所以这个也不是立方体的东西，所以呢，会有产生负力量，让你发生这个 isomeric， 就是它是立体化、是异构化的结合，它是这个，让你发生异构化的结合。好，这样子的观念，早在小 B 小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你要先定义出来那些碳为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们还不晓得你的。小 D 跟小 L 正跟负，你没法直接反应到说这个分子是结构上是一样的。所以 fusion 更多什么？就是要定义它。如果我给你一个 D， 大 D， 你就必须要把你的分子呢以 fusion projection 的方式排列。我待会告诉你这个怎么画它，重要重要。要先把它排列成 fusion projection 的结构。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你的长性东西。看你找新东西，远离你最远的那个找新东西。
叫你的课叫你花台啊。你说今天看的是糖的时候，不能看。糖总共六颗，六颗糖对不对？中间有四颗是甲醛溶解，那你要看哪一个？我讲过再教你。但是如果你单纯比较这个，它是一个甲醛溶解。那排列甲醛溶解的时候呢，如果你分子摆在一个约氢五约氢的时候，这个除了你的碳键上面的取代基之外，这两个就会有取代基。大的这个取代基呢，放在右手边。在这个糖键中心，除了碳键之外的取代基，大的这一个，我把它放在左手边。这个我们把它放在右手边。手上为什么谁规定的？谁规定说这个放在左边就低，放在左边就高？没办法，你看你找个神经过来当你的神经，他定义好不会听他的，为什么？他是做的对，他说是做的对。就像你现在在使用新电子设备，是很多的规格，不是规格谁定的？当然是做它的人定的。它定义好多大家才能包，大家才能够有一致的标准去描述刚才那件事情。所以 fusion 跟做什么？当时就定义了，如果我把一个分子以 fusion projection 的方式去表示出来之后，这个时候远离最高氧化碳中心的那个碳上面的取代基，大的那个，什么大的那个，就是取消了，就是这样。实际上没有很清楚，理论上带有意味是这个取代基，摆在右手边称之为大 E， 摆在左手边称之为大 L， 它跟小 E 小 L 不一样哦。小 E 小 L 的确定是什么？是你经过光学实验之后，往右边转叫小 E 叫正，往左边转往逆时针转叫做小 L 叫做负。可是到了大 E 大 L 就不一样哦，它不管你的实验数据了，只要你把你的结构这个 O 去摆右边的就叫大 E， 只要把它摆。那当你为什么把它叫做黄油瓶的大底啊？因为它测出来这个分子，它认为这个分子从右边旋转的角度，应该是它把那个黄油瓶它是直接讲的。要不你怎么去发布它的结果？它很幸运哦，在1950年的时候 ，S 瑞出来之后，就先去解这个结果，不要猜对，右旋的那个黄油瓶大底，黄油瓶大底是右旋。但是当年它定义的方式不晓得这个事情。它只是给你的目标的目标告诉你说，以后无论你知不知道它的光学性质、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都不重要，我告诉你怎么是不重要。你的结构只要化成是 O 放在右边比较大，化左边比较大。到这里有问题吗？从这个结构定义开始，从它定义这个假设有点开始，所有的生物分子就是以它为定义标准。什么样生物分子要定义标准呢？我们现在谈计算的结构。在看氨基酸结构之前呢，我想要先跟你这个定义一下这个不需要绝缘这件事情。我先要跟你讲，你要会画哦。我们来看这个群的结构哦，如果我以低缝的白色的物体来看它，你要画出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定义。fusion 的画法呢，它必须呢，要让你的 cover chain 它们 critical line 是在垂直这条线上，你要把你的碳键摆在垂直这条线上。第二 ，bias oxides。好，你要把你的这个最高氧化的碳放在这上面，然后把定义给它是1号、2号、3号。第三个，
家做什么？你各家做什么？什么意思？你可以把这个分子上下颠倒，这个分子的对这个分子来讲它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呢，你做九十度旋转，比如什么？你把它转过来，你再转它九十度旋转，这个跑到下面来，然后呢，你的先波跑这边来。然后呢，你的 H 跑出来，或者跑出来，这两个分子呢，还是会是一样的。可是呢，如果你是做一个九十度的旋转，什么意思？你能够转九十度，所以呢，你的 H 跑到这里来 ，C O 2 H 跑到这里来 ，O H 跑到这里来，你的 C O H 跑到这里来，这两个分子，而且它会是它的。
假设这是 OH， 这个氢是 OH， 这个是氢，这个是 OH。你看它的时候，你晓得，在轴线上的这两个永远都到后面，在横线上的都朝着你去。你把它转过来，你就是你所看到的那个氢。先说那个 L 平台，先说在这个方向 ，OH 在前面 ，OH 在后面，上边。那如果我们来看，如果这是它的 B 缝的，这个白色欧米伽，对不对？那如果是 L 缝的白色欧米伽，刚好这样的，它的倾向啊，所以呢，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画出来怎样？它的液体化学结构，经过了就是负旋转，得到它，这两个彼此呢？部分是那个 entanglement， 顺着来看它，你来看哦。好 ，L 离海是红色的，经过 OH 是这个蓝色的 ，OH 是绿色的。氢是白色的，上面是这个，上面这个东西，下面这个分子呢，它的 OH 摆在右边的，所以呢，它长什么样子？长这样，对不对？然后呢，长这样子之后呢，你把它做个旋转，这时候我的 OH 就跑到前面来了，这样可以画给你看 ，OH 到前面了，所以画这两个分子。那这两个分子为什么相对的运动的关系？发生分子。它们是互为倾向，是互为倾向。那它会不会是互为倾向？一定是互为倾向，为什么？只有一个，表现的是什么？是为了运动，它是拿欧去保存运动，所以它是一个运动。好，所以你要能够有办法，能够把一个负向转下去，转换成它正确的位置，然后通过旋转的方式叫做概率上去，一个透视的方法，相对的这个关系很重要。就是在讲定它的。重要的观念，你一定要把可能东西转它，有办法就转它。好，回过头来来看 ，Fisher 跟 Norton 老师呢，当大家定义出来什么叫 D， 什么叫 L 之后呢，首先运用到的呢，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看，就是一个这个氨基酸的结构。我们举 aniline 丙氨酸，对不对？举 aniline L。L 端你怎么去画它啊？我们知道说，一个 H 结构呢是氨基酸基在它的侧面上带有一个甲基，这是丙氨酸结构，对不对？那我怎么去帮它画出正确的 L 缝的 L？ 跟谁比对？跟 L 缝的 gas 和 H， 所以它叫做相对立体化学，永远都要跟这个叫做 L 缝呢。它是要脸成什么样子？好，我们要去比对它哦。O 是它的边，这个能不能改成是一个 Fisher projection？ 可以，为什么？这个碳链呢？二二三，碳链呢？那长得很像哦，它进中心在中间哦，所以呢？那先画出我的碳链，画成是一个Fisher projection。碳链先出来，最高氧化碳是 COH 酸嘛，对不对？碳的最高氧化碳是酸嘛，中间一个碳，在下边那个顺序下来是 CH3。中间这个碳是有两个重要的取代基，一个是阿米，一个是没画出来的氢。那我到底阿米放这边呢，还是阿米放这边？
今天画的是谁？是 L 缝的 Enemy。你要比对的是谁 ？L 缝的 Glasser 一排。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生命放在你的心不放在，这叫做 L 缝的 Enemy。那 L 缝 Enemy 是正还是负啊？还是小的？上不过来，我只要告诉你，我要这个，就必须画出，不能画出，因为呢，它是一个发射，叫 negative observation， 所以我看 ，OK， 所以我再往下看，这是 L 缝的氨基酸，那你说要画出它的 B 缝的这个 enemy 会不会画？按照这个定义来看 ，B 缝的 enemy 呢，一样是把它的酸摆在上面。把碳链给画出来，这时候呢，我把我氨基跟氢基里面的氨要摆在右手边嘛，右手边才是那个大基嘛，所以呢，右手边把氨基，左手边把 S， 两个一看下去就发现它们两个就是一个氢键的勾，对不对？这是氢键的勾，这个不是小气空间，这个没有为什么，它可以做旋转变化的，里面能够旋转，没办法，然后一定要都没有手。经过这个什么这个旋转啊，经过能量体还是不管，不过可以产生，这是不行的，对不对？你要管它怎么不管，只有一招，把它断，我记住。所以力一共是不能够经过糖核心，什么叫可以经过糖核心啊？如果在身体里面有酵素，它可以去做一个建立重新断裂的生成，像是一些那个还什么叫不透明的什么，或者是。但是一般正常情况之下，这些分子是不会继续进行 E 缝 L 缝它的转换。如果会转换，就是烂的。OK， 所以这是一个你定义它的方式。所以我们再从这个方式来看，我们从这个分子来看，简单的告诉你，用 L 缝的这个 energy， 我们后话看，它到底应该怎么去旋转，应该正确该有的结构。我告诉你这个的话，你就应该告诉结构了哦。但是总是要结构吧，氨基酸嘛，所以三个碳嘛，对不对？带有酸基，最高按照 future progression 要放在第一个位置，最高氧化带的。往下画，这是一个阿巴卡沃。第三个是你的甲基，创业甲基。future 告诉你了，你要把氨基酸拿出来。这时候呢，剩下两个取代基，一个是氢，一个是氨。L bond 告诉你的氨基要放在左手。就我刚告诉，我光是告诉你们，我们应该会有结构，你不用猜了，就是这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有什么意思啊？你先要往下看哦。这个 future progression 告诉你的是，这个碳正所接的这个酸是往里面凹的，它所接的甲基也是往里面凹的，就在左键上，也是左键上，都是往里面凹的。旁边的这个平轴的水平的取代器呢，都是往前凸出来的。看得出来了，经过了旋转，可以画出一个 positive structure 的构筑方法，对不对？你可以画出来，这个酸基在这里，这个甲基在这里。然后呢，朝前的是谁？因为你是这么转，你是这么转，所以这个会跑到前面来。所以呢，跑到前面来是谁？跑到后面是谁？为什么是跟你强调要你要会转？因为你要会转，你最后才会看到你现在装的。好，如果你看不懂，再讲一次哦。这个是这个 L 缝的 energy， 对不对？我的右手是氨基，我的头是酸，我的脚是甲基，我的左手是氢。所以你本来是这样子看的，我是往前的，经过一个旋转转过来了，所以我的右手边跑你，我的氢头伸进去的这个。然后呢，我的酸基跟我的甲基是在我的平面上，就是这样看它而已。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你看到什么？看到你的氢是贬离你的方向而去，你的氨基是靠近你的母亲的方向。你要能够发出这个，你
样的头发。好，把这边先画完，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问题。这样子的系统在生物系统里面用心很足，太好用了。无论是酸，无论是 核酸，无论是这个氨基酸，无论是糖体，它都很好用。它可以轻易的去定义出来，这各式各样的，包括我们最后章节最后会给你一个例子 ，glucose、mannose、glycose、glucose， 你怎么定义出来 glucose？ 很简单，你觉得是跟第一个很好用。然后 glucose 的这个，你知道一般的这个 glucose 是低供，一般的糖是低供，身体正常的是低供。低供的糖，它的现象怎么样？经过你化学的话，就应该要化学，这是很简单的。这问题就来了，它是不是很好用？为什么？是不是有代谢系统是顺着碳这个碳电在做增减？所以永远都找得到碳电这个结构。去想这个事情，对，它的形式跟你的呼吸又是相关，都是顺着碳电在做减，对不对？这化学的重点，化学呢常常在找碳电。所以当我如果没有类似于 L plus 这个没有类似于 plus L plus 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定义？一个立体化学物质，它的立体化学结构。如果我没办法，这些所有的神就神就在你有碳电的时候，因为你被化学结构。如果今天这个分子它是没有碳电的结构存在，那我要请问你，你该怎么去定义？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我该怎么定义神就是谁？对不对？走，下个问题就来了。相对大 D 大 L 叫做什么？相对就是化学，大 D 大 L 永远都要去补对存在这个 D 的相似结构，相对定义出来。你要碳电画得出这样的结构。那如果都没有类似的结构，可是它就是一个立体化学中心啊。比如说一个碳上接的氯溴碘加氢，那你怎么帮它判断？你判断就出来了，找不到什么时候这个模态的碳，没有什么碳存在，那怎么帮它判断它是 D 还是 L？ 判断的结构，所以它进入绝对立体化学这件事情。这节课结束之前，我们稍微再讲一下，慢慢抄。小 D 小 L 正分子是实验子，他先告诉你，同样结构、同样分子式的分子，它有很多两种不同的性质，来自于旋光谱。可是数值没办法反映出来它的结构，所以到了多少种 future 的时代，他把它定义出来。如果我给你大 D 大 L 的允许，你可以经由我给你这大 D， 就画出这个分子该有的结构。我给你是大 L。大 L 还有，可是大 D 跟大 L 能不能去跟小 D 小 L 相对应？不行，没有人告诉你大 D 就是它这个 carbon， 小 D 要大 L 就是这个罗格罗，是没有这回事的哦，没有这回事的。大 D 大 L 只是一个结构上的区别，可是它已经完整了，它已经完整了，很棒的去帮你阐述了你该怎么去描述一个生物的具有碳性。进入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就发现太多有机分子、有机化学分子。蓬勃发展，碳多有机化学分子是根本没有类似的结构在生物里。这个时候你没做不对啦，这时候你只好开发另外一套绝对立体化学的方法。你该怎么去针对那一些不具有这
这个碳变的结构的分子，可能会凸出来的物理化学。而且这个物理化学还能够涵盖到大气压，因为它是光是定义的，这个要不要告诉你？所以我们决定要开始告诉你一些，如果没有这个，好，再回来继续啊。我们介绍了这个大气压有的技巧，有到阿波麦斯洛的这些定义，你会发现呢，在理论上面，然后大气压有讲一两页吧。那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因为毕竟你是学生物的，学化学的，所以我觉得让你从最原始的地方去定义什么开始写，一直延续到现在，你开始去定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回来看，当我没办法让我的分子去跟它的结构很类似的时候，我必须进入所谓的全体化学。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开始定义它。这样子的分子呢，它的定义的方式呢，我们把它称作的是一个 R 共跟 S 共的方程式。你看，结构，看这个 R 共跟 S 共呢，你要怎么去看它呢？你要先定义出来所谓的泰勒哈姆。我像刚刚就在告诉你这个字眼，而这个字眼呢，是一直到 R 共 S 共出来的时候呢，才开始去定义出来这个所谓的泰勒哈姆，所以我不用。只是给一个比较清楚的这个定义哈，就叫做展性态，叫展性态 ，chiral power，chiral 其实是一个展性的这个意思 ，chiral。那这个 chiral power 呢，它什么意思啊？它指的是呢这一些碳，这是 all different。
高度捏在一起。好，我们再往下看下去。如果说它不是四勾一不一样，它有两个是一样的。如果发现这两个一样的，它就有三个取代基，其中呢有两个是一样的，对不对？一二三三，这样子会这样的镜像会影响，它当然会导致镜像吗？它是哪种样子？问题是呢，它的镜像画出来之后，你如果帮它做个180度的旋转，你会发现这两个分子呢根本就是一样。当我今天不再是用相对的地方去表示它的时候，我们要定义它的到底一定要定义什么？我一个碳上面呢是必须接四个完全不同的取代体，完全不同的取代体。如果我有一个两个条件是相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刚给你看到的情况，对不对？我们刚看到的情况，如果我有两个取代体是一样的，如果两个条件是一样的，这个分子在这里，它的镜像呢就在这里。它是有镜像的啊，问题是它的镜像啊，是长得一模一样，它根本就不一样。如果呢，我的取代基呢是四个都不一样的，四个都不一样，然后呢，两两呢互为镜像，这两是互为镜像，对不对？两互为镜像。这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转，你怎么转，它两个都面不可能连在一起，因为两个只是交错开来。这个我们把它称作是镜像，就称为这个碳，这个碳它是一个张性碳的东西，它有包，它有包，因为是由它来决定的，不跟质子做反应。好，下一个我们就要定义了。如果我们这样概念，我们知道说一个碳上面接了四个不同的取代基，然后呢，它就进入了所谓的张性碳的东西。那问题就来了，那我怎么去帮这两个分子做定义呢？我找两个不一样的，那这样子不一样，我怎么给它个名字？大家阿猫阿狗，看你找到哪一个是三或是啥的。这时候呢，我们定义出来一个重要的判断因素，我们称之为它是一个 R 和 S 共的这个定义 ，S 的定义。这个 S 加 S 共定义呢，是要取决于一个叫做 CIP 的路，叫。什么意思？他要帮这个碳跟这一个碳所建立的这个分子定义出它的结构，定义出它的结构。这时候呢，他要帮他的取代基做排序，他帮他取代基做排序。所以呢，他因后遇到就是在帮取代基做排序。我们先把取代基定义出来，谁的 R 在优先？一大于二，大于三，大于四。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我的取代基是一大于二，大于三，大于四。至于谁当一，谁当二，谁当三，不要去。但是你要先帮他做排序。一二三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再帮他排。左边这个分子，我帮他排出来。这个分子呢，碳一号在这里，二号在这里，三号在这里，四号在这里。好啦，我知道这个是大的取代基，接下来是二，接下来是三，接下来是四。这时候要怎么做？
我要把我的视网膜镜放在远离我的眼睛的方向，就是说我的眼睛呢必须要从对方看去，把四号放在这里的方向，所以四号要朝着这个屏幕里面而去。OK， 所以你要朝着里面而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画成英文哦，画成英文不加。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方式，各位就不用这样判断了。因为我决定能告诉你，这两个眼睛顺着眼睛看进去的时候，四号跟看四号是被挡住的，对不对？啊，四号在后面，对不对？所以你把四号放在后面。然后呢，前面这边是你的看掌镜，这个看掌镜上有三个取代机，分别有一二三，所以呢，这边是一二三摆出来，看上。然后呢，二号在旁边，三号在这边。这个时候啊，按照我的排列顺序排出来之后，如果它的方向是一二三的排列顺序，它是有逆时针的方向，我们把它称作是什么 ？S 头。相对来讲，刚才它的镜像，这个分子的镜像长什么样子？这样。在上面，然后在这边，四号在这边，三号在这边。结果如果我把我的眼睛这样子看进来，把四号放在眼睛的方向，你把它放在右面的时候，挡住了。后面这是四号，前面你的看在前面，然后呢，一朝上，二号在你的右手边。三号在你的左手边，这个时候呢，它的排列顺序是反方向的，是一个顺时针方向。这是一个方格转换。这样是一个顺时针方向，所以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个 R 控制。这是一个 R 控制。画完，我用结构包，用结构给你看。好，我们到底要来看它哦。这两，这是一对镜像结构，这是要训练的。我们先帮他做一个定义，红最小，然后呢，白、绿、蓝，我们排过来，红最小，白、绿、蓝，这两对呢是一对镜像地图，对不对？是这样子的地图。我现在看这个，如果你看这个分子摆在这边，你要怎么做啊？你要先把最小的这个红拿在远离你的方向，远离你的距离，远离你的方向。然后我们刚讲。白大于绿大于蓝，过程当中看过来，从眼睛看过来，这边是一、二、三，所以它是这样子的方向，逆时针，对不对？从眼睛看逆时针，所以这是一个 S 光，它的镜像地图就在这里，我们来看它，这是它的镜像地图，同样红最小，把它摆在远离你的眼睛的方向。白最大，绿四只，蓝最小，蓝第三，对不对？好，看过来，一、二、三，它变成阿红。所以呢，一对镜像平行沟，它如果是有两边东西，其中一个碳是阿红，另外一个碳就是 S 光。所以阿红跟 S 光是拿来定义什么？是拿来定义掌性的中心，是拿来定义掌性的中心。所以你可以怎么说？以这样结果看过来呢，这个碳就是一个 S 光的那个 Pell Power， 这个碳则是一个 R 光的 Pell Power。好，我们最后呢，变化到这边来了哦。那就往回看，你要看说，那这个分子如果把它画成是雨水泡泡的回来。当然画得回来啊，我把它再做一个九十度的旋转，你不就把它画回去就是了吗？看，一、
加丙。这个也一样啊，旋转，然后呢，你的碳，然后呢，四，三，然后呢，化成出去了，加平之后去看它，1、2、4、3，最后的追求的人发现。这两个分子一定是之前的分子，是不稳定的。为什么？中间这个氮三元，这两个组合在基本上是一样。然后你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考试的时候喜欢帮你提选，叫你告诉我这是阿旺什么。然后呢，你喜欢怎么做？我会判断四方在这里，1、2、3，你看一下，你叫做顺时针，这个是阿旺氮分子，不知道谁是共氮，为什么？你不去管。在轴向这个分子里面的最远这个星，最小这个星是朝着你引力的。所以当你的最小的极带星超过引力来的时候，实际上你所看到的变化，你所看到的方向不是相反，对不对？你看相反的。所以当你到达我的境界的时候，就这样，其实你看到了，多看就知道。但是在那之前，请你不要取巧，用精确来判断，请你先把它画回去，我才可以。帮助你看他努力在考，你不要一开始尝试的时候就看，这当然有些学校，对不对？但是你对他也有重新的部分。那这边也一样，如果呢你再去看他，你认为是1、2、3，所以如果说不一样，它是一个历史的真理，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去理解，你要把思考放在你的观念之前。所以你要先这礼拜回去，你要先尝试的不断的把这些1、2、3、4。放在正确的位置，你去看它。好，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动作性，我要怎么去判断取代星的1、2、3、4？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CIP 物。
我要怎么判断？我要怎么判断？我们先来画出来结构，然后画一个你现在已经知道你密码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怎么画？把 C O O H 放在上面，然后呢，聚碳，然后呢，甲基复杂侧链。L 动 N 你代表什么意思啊？这边是一个氨要放在左边，氢要放在右边，这是 L 动 N 你定义出来的。那这个碳里面三个碳里面只有它是长性东西，为什么？这个碳却是 C 度啊，它不是长性东西呢？为什么 C 度不是长性东西？你简单去想，你把它想象成都不用想的结构，你光想长性东西定义是一个碳这四个东西，这个碳上面呢接几个加一起啊，接两个东西，两接两次。把四维还是维，简单想就这样想，但是复杂的想就小结构，发现这是一个很密集的。OK， 所以这个长性中心在这里，为什么接了一二三四四个不同取代器？好，今天四个取代器里面呢，这个挂成 feature 之后，你要怎么把它转成是一个这个具有？这个立体会像的概念，可以画它了。按画出来，摆在轴向的，先画虚线朝里面而去。这是一个酸基，这是一个甲基，这是一个氨基，这是一个氢。经过了90度的旋转，这时候呢？多做几次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你的能力。
所有男生都是这种感觉，就是需要练习，然后等到最后会教你怎么听，那先让你真的很习惯去看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再来看，让你得到最终判断的是接受了大师，你要先到这样判断，这样慢慢决定你会怎么做。运气会出错，有时候你判断太快的，但是你只要靠你。可以有些注意一下看，我画出来结果呢，一定要是一个大洞。如果你画不出来，很惨，就是撞。所以你要去画画看，如果是低洞的 A 面，要出现什么样子？你怎么把低洞的已经正确的 B 的画出来？你只要看到这个大 B 大 L 的地方正确，然后呢，怎么把整个结构利用啊，还是 S 的方式来去判断，它的开花纹是哪些？接下来要告诉你一些容易让你产生混淆的例子。
抓着油门的时候，油门后面都是轻，然后呢，我大概这里往上摆这个车位，左边、右边、左边看进来，右边是你的车位。
有了 R form 跟 S form 的三定义出来之后，可以很轻易的告诉你，我写出一个分子之后，赋予它是 R 或是 S 之后，你的结构也不会画错。它是一种等级，你画错就画到它的镜像去，画错就画到它的镜像去。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R form 的判断，这个一定会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因为我们要判断它。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这个 Kyle Carbon 呢，指的是一个这个 Kyle Carbon 指的是一个这个阳性的碳中心，然后呢，它必须是一个这个四个接四个不同的碳，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把这个 Chirality 删除，我们叫 Kyle Carbon。就是为了这个 Kyle Carbon。第一层呢，跟刚刚讲的，它必须呢是有一个这个四个取代性口，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它是一个四个取代对称的 carbon， 对称的 carbon， 四个取代。另外很重要的名词呢，我们把它叫做是 stereo center， 你可以叫做 stereo center， 然后呢，其实另外一个名词呢是正常的通道。这个呢，上面这个 priority center 单纯指的是 SP3 好对不对，意思空上部署开心stereo center 呢，则不是哦，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啊？它泛指这个stereo isomer 里面呢，它呢来去决定发生的 isomeria 的。它的这个发生这个异构化的这个 carbon， 比如像什么？当然哦，这个是包含在里面 ，carbon 是包含在里面。carbon 里这个 carbon 什么这种 anion 的，所以有些东西都是属于 stereo center 之一，所以 carbon 是属于 stereo center 或是 stereo center 之一。可是呢，如果你不是符合这个 carbon center， 像什么？分子的碳都是 SP2， 它们并没有碳化。可是这是一对异构异构物，因为它是绝大多数来说的异构物，它是异构物啊。那它没有碳化的，可是呢，这些碳都可以称之为是 stereo center， 它都是异构物。为什么？它有控制的 transport system， 这样子的结构物，这个我是异构物。carbon 跟 stereo center， 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比较定义到定下来的方面，所以 carbon 会在 stereo center 里面。那 stereo center 呢，包含了 carbon 以及呢这一些 stereo center 的 carbon， 比如说几个异构物的这些碳中心，被包含在 stereo center 里面。所以这是比较窄，是比较广义。OK， 在细节下去呢，就不会在这边跟你去做这个太多的这个描述嘛。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再往下推，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个 enantiomer， 可是我刚跟各位讲啊，如果呢，今天这个分子呢，
今天这个分子呢，在我们刚所讲的这个 standard isotope 里面，这些组合它都是必须符合的哦，你当然会有这个权衡。但是呢，如果它不是权衡，它往下走，你如果是逆向的，讨论它的倾向力。如果它是的话，它是一个粘度的。那如果它不是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 diastereo。它的 diastereo， 那到底什么叫做非倾向力？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吧。如果今天一个分子，我们现在看这个，我们先从一个 cis trans 这个事情来看。有掌心中心不一定代表你的这个
原因在哪里？这个分子里面的无限的一个分子内转，它是一个全部对称。当我一个常性分子，当我一个分子具有两个以上的两性中心，可是呢，它分子本身呢是具有这个面对称的时候，这时候这个分子就失去了。这样子的分子，我们称作就是一个。凡是一个分子入侵一个对称面，让你的分子完全的对称，就算它有它有它，它都会逐渐失去一个化学作用。这两个分子呢，是互相对称，是互相这个互为镜像。这个互为镜像的这个分子呢，事实上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两个是化学这个场去看东西呢，都是长新的。就是说，它本身里面具有这样的对称，就是在。所以一个如果是 R， 一个如果是 S， 消去，先把消去掉。什么叫消去？不要忘记了，你的化学的起源是什么？起源在于你的极化光受到你的化合物的影响产生的电子，这叫旋转。消旋指的是什么？就是你把这个消这个旋转给消掉。所以有内消旋，就会有外消旋。内消旋指的是分子内产生的一个镜面对称面，这叫内消旋。这叫内消旋。一定是影响，一定是一个 S 一 R。那如果呢，你今天不是内消旋，比如说我们刚看到的。M， 我们 L 做 M， 它的比例呢，组成一，这是我们称之为这样子的化合物，称之为是一个 less， 又称之为是外消旋。
当我是一个以上的表面通讯的时候，我该怎么判断这些分子它是属于甲基苯，它是属于乙基苯，它是乙酰胺，跟各位介绍的。所以今天会去拜托这个拜，你先把阿峰是用什么判断，大D大要怎么判断，先有一个画一画，最近要怎么做它之后，下一个上面就要确认。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看起来是 S， 可是呢，其实它是 S， 这是有差。所以我可以怎么写啊？
这个分子呢，如果这边是一二三四，我可以写它是二三八。这个呢是二八三 S， 这个呢二 S， 这个呢二 S， 这个呢二三八。先把画完，我看你构成它地方不关系。一定要去判断它 R 是不是 S 还是 R。话一定听我讲哦，这是一个分子，它是一个滴管 ，Newton 的二号三号位置各带一个锈迹取代，最中间建立了两个重要的 chiral， 这两个重要的 chiral carbon， 这两个 chiral carbon 呢，这个会有两个锈的取代，所以呢，你要去安排它的这个原子的放的方式的时候，就有这些不同的办法，你可以把锈，当你泡在 fusion 的时候呢，你可以把锈泡在同一个，所以就有这个方式跟它的镜像。你可以把锈放在反边，就有这个分子以及它的镜像，对不对？然后呢，这边表现出来是什么？是它的所有的这个高卡龙的还有收入的 stable chemistry 的决定体化学的啊，这是 S R， 这是 R， 这是 S， 这是 R， 这是 R。 那看这个分子，这个是它的镜像，所以理论上这是一对。In animals， 这一对是镜像，所以这两对也有可能是，这一对也有可能是一对 in animals。所以理论上，这个分子应该有两对镜像因子，这样子吗？是。这个分子呢，因为呢，它具有这样子的特征，它是有这样子的特征。这个分子从这边走过来是一二三四，跟从这边走过来是一二三四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从这边算过来叫二 S 三啊，哦，我如果方向从算过来变成什么二 R 三 S， 就是它了。所以这个分子，这个是不是一样？它是同一个分子，两个同一个分子。组成同一个分子，你把180度旋转过来就是它了。你如果没办法做旋转的动作，你没办法想象旋转的动作，就属于想啊。这个分子它是对称的，所以从这边算你的分子序号，跟从这边算你的分子序号，分子号码命名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从这边算过来叫二 S 三啊，如果不算，那你叫二 R 三 S 三，对不对？两个对调的，同一个分子叫米欧卡巴。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内消旋化合物，什么意思？具有两个重要的立体化学的张性态中，是它不是中性分子。外部都是有补偿标准，为什么不是张性分子？张性分子是什么意思？它会有这个一个镜像的这个化合物，而且这个化合物呢，正常不会出这个东西。这是张性分子的重要的概念。它会出现对镜像的一个物，它会出现它的镜像物，这个镜像物呢，就它没办法相同，这才叫找性分子。它能不能出现镜像一个物？可以，可是呢，它的镜像就是它自己，这个不是一个找性分子。可是呢，它是具有找性分子，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一对，这一对呢，它是二 S 三 S。所以我可以从这边看二 S 三 S， 那老师刚讲的啊，它是对称。它如果反过来看呢，以命名来讲，这个是可以从这边看命名过来嘛？命名过来叫什么？你是叫二 S 三 S 啊？那它的镜像是谁？是二 R 三啊？他们不是同一个，他们这个不会是同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它不具有对称力，这两个分子不具有对称力，这样不会是同一个。所以呢，这是一对镜像异构物，但是呢。左边这一对呢，则不是镜像异构物，它是 middle compound， 它是叫内消旋化合物，而且呢，这两个分子。再过来看，那这两个分，这一个分子跟这两个分子之间彼此关系是什么？彼此关系。
不是，他不是来自于为什么？他们都是有奖金中心，还有就是奖金中心，而且呢，他年纪都一样。一个大哥是接这个集团新秀跟下面这个集团，可是呢，他们两个不跟我计较，我不帮他分析，那这一对分析当然就是非竞相利，所以本来就是非竞相利我往。这个分子跟他是竞争对手，这个分子跟他也是竞争对手，然后这两个是竞争对手。关键听得懂我讲什么吗？关键听我讲什么吗？要听得懂哦，就要听得懂哦。先把它画完，再给你简单讲一下。易购物的这个分子性出现的分子内的这个卫生面，所以无论这些画出来怎么样，好不好看，你都可以从这个里看到。如果我这两个奖金中心，一个是 S， 一个是 R， 你去想，可能奖金比较高，卫生就比较高，对，它是要互相哦。我说是卫生面嘛，它这个分子如果长得不一样，比如说这边是甲基，这边是全新，是的吧？那就出现易购物了。像刚我刚讲的问题。如果这边是甲基，这边是全基，这个是最直接，对不对？那就标准的二这个，哦，你看看，这边是全基，哪个是甲基？这边是全基，这是甲基，全是一二三四，但是二 S 三，你就不能够逆算回来，所以就出现那什么问题？是，因为它就是面啊，这边是全基，这边是甲基，然后没事，两个基本是不一样的啦，对不对？所以要看清楚这件事情。我们再往下看另外一个例子，在初学例行化学的时候会很多很多问题，可是呢，它都是定义的问题，所以你一定要不要排斥去画它，你一定要画它，你只要把我可以保证好了，这也试过很多次，我在学校考过很多次。你只要好好的把这个L 缝 D 缝 L 缝的 energy 就一起开的，好好的画一次。你说它的 D 缝画成它相对应的 R 缝，怎么判断？把它从 fusion 画成 perspective， 你甚至可以把它画成 lumen 没关系。把它画成 R 缝的时候就不会再出错了。可是你一定要好好动作把它画过一次。然后呢，你把这个例子好好画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表现力，什么叫做连笔，什么叫做 new account， 什么叫做。看下一个例子，有一个分子呢，它是 two bromo， three bromo。那这个分子有哪一些异构物啊？你要画得出来，哪些异构物？一样是五倍啊，我们画画看，五倍四个半，一样是在三号四号的位置，对不对？然后呢，它有 show。绿 ，bromo 呢在二号位置，绿呢在三号位置。这是它第一个分子器，我把锈跟绿摆在同一边，摆在同一边，因为它像我们积木一样，你只要不要去把这个绿移到别的看上面去，你要摆左摆就是。自己的选择嘛，对不对？像我们机遇的问题，你可以摆这边，可以摆左边嘛。所以这好像是机遇中心，这个碳呢，两边的摆法两种，这个有两种摆法，对不对？你先可以摆右，可以摆左，它有两种摆法，二乘二就是四个摆法嘛。哪四种？无法给你看的，后面有两个，中间四个摆法，机遇嘛。所以呢，我两个碳，这两个碳呢就可以产生什么？一个碳可以产生两个异构物，哪两种异构物啊 ？R 跟 S， 另外再产生 R 跟 S， 所以最后组合化学是什么？就是二十一号，两个长进中心就出现二的频道，四个。如果你的长进中心是什么？二什么什么？有八个，有八个。所以立体化是一个位置这个加成上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立体中心越多的分子，是越复杂的分子。我们待会在这一个章节最后是会用糖分子解释。为什么糖是最复杂的？立体化学中。对不对？这个我可以看到。来看它哦，
两个强心中心，这两个强心中心呢，分别能够产出两种不同的 PO5， 一个 RHS， 这个是我们的氢跟溴，对调反刚好是两种不同的 PO5， 是吧？好，画它的。然后呢，我还可以把我的溴根率呢摆在旁边。
当你在判断这一条决策，你知道事情。好，如果呢？如果呢？我得到的这项比例购物，这一对的比例是1:1，那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现在大家告诉我，这名字。这是一对 ，resume。你也可以把它叫做 resume compound。叫做外销循环，所以外销循环物是什么？是成对的哦，是两个分子哦。一个什么？它是靠外面两个互相滚的之后，一个是往右边转，一个是往左边转的，互相滚的。内销选择是什么？这叫内销选，对不对？这叫内销选，对不对？内销选择是什么？指的是在分子之内两个对称的碳中心，一个向右边转，一个向左边转，自然比较高。现在没有情况，没有什么情况。所以，如果你微小选两个一比一去滚，一个是什么？水溶液不见，你说你也是有它，它可能是往右边的水溶液，这个可能是往左边的水溶液。你把它一比一滚的，水溶液不动，对不对？一半的水稍微多一点，那就往左边滚。OK，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哈。所以两个分子就一定会告诉你，你所要学的。这一些重要的化学定理购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这些东西它是一个重点。你要怎么判断 R 跟 S？ 你要怎么画出正确的这个均值回归矩？画出正确的这个 perspective structure？ 怎么画出正确的？你们怎么判断正确的 R 跟 S？ 然后呢，你的等等答案。考试的时候就会考你一个 feature， 那你去转，那你去转，因为配合第，会配合第六章。教你这个 A 就可以了，今天就上第二章，这个很重要哈、哦。我如果到时候给你一个二 S， 假设那个好了，就属于在国文里面，我告诉你它是一个二 S 三 S 跟国文里面，我要做一个 elimination， 做完反应之后呢，会得到一个双线组成产物，这产物会有顺势跟反势，其实很全套的吧，答案就是。那你就要会从物理开始化学，帮它旋转到正确的化学位置。才开始做，要管理，所以这边是你的基础，这边是我不会，后面不会乱管，不会乱管，所以请你一定要会画它。所以无论如何记得这件事情，因为画成 future， 把碳链摆出来，画成 future 之后，在这一条线上的都是远离你的基本区，在横轴上面的都是超着你的。知道，先画出来之后 ，OK， 好，我们试着画画看好了，在建筑堂前试着画画，我们学英语才好，比如说是这个。这样你可以理解哦。我们来看这一个，这是一个 feature， 对不对？我怎么去，我怎么去从这个平面结构去感受一个全新的 3D 结构？再去转它啊，是不是 ？feature 画给你看，这样子。只要画 feature， 就一定要很多的。这样你就可以帮你判断它的 performance 功能，对不对？而这样子你可能觉得它不好看了、啊，不好看出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结构的构型，所以你可以再帮它转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啊？帮它做这个旋转，怎么旋转呢？你把这一个动作这个呢，把它摆成是在黑板的平面上，摆在黑板平面上，什么意思？黑板是这样子、啊。怎么来的？我本来左脚动 overlay 转过来就好，就这样，对不对？所以你等于是往后折的，让它转两次了。这个叫刚刚什么？这个碳酸氢四八。所以你这个碳来讲，它的气耦合氢跑到外面；你这个碳来讲，它的氢跑到里面去。对不对？然后呢，你再帮它做一个旋转，把它摆成平的，把碳链摆成平的。碳链摆成平的时候，甲基还是在下面嘛，因为这两个是同边的嘛。然后呢，摆成平的时候，直把它摆过来看，所以呢，锈，看这
的地理分布出来，所以从它上面看出来长这个样子。它五个化学长这个样子，你要把它跟第三张去结合啊，怎么样子？这个结构是一定的吗？是不太稳定，所以要强调一点，是可以行。你都把你们会看到那个，我的袖根是从青根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确实的状态。把这个碳不旋转，转成偏态啊，偏态会怎么样？转成 A 态之后，这个不动，就停在这边。它转成 A 态之后变什么样子啊？这个氢就跑出来了，氯就跑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呢，你会画出它很正确的结构，就这样表现出来。还是要绘画，为什么？到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下一个的这个 SN 啊、E 的元素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你要能够从这边画出这边，你才能够去正确的判断出来下一步该怎么反应。比如说，我有转动性，我要怎么反所以这边是基本要告诉你，要不要做这样的结构，就画到这个结构，再跟我看一次，再跟我看一次。这是 future 的话 ，future 是一种表示法，无论是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到这一个，都是同一个分子。按照我们说，我的这个方式来看它，首先在什么角度看它？我看它的角度不一样。你说话当然就不一样了。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增加进行方看它。那这个呢？是方式方式看它。你看它的方向是不一样，对不对？那像这个呢，是把它转过来。这个呢，是把它摆成一个。这个从一个超过一个边的位置来看，所以做什么？这个角度的时候，这个看看这个时候 ，CC 棒 ，CC 波棒的位置，就像我们在讲到第三章的那个角度 ，motion strain 啊 ，angle strain 啊，这个收边准是一样的，把它变成一个 OK， 所以这是你要能够有办法。这是把你的化学的基化学的底子打好的一个位置，告诉你我你要把这个标准学好，往后走都比较顺利。重要，重要。所以你如果不会画，不用担心，我们再把模型拿来给我看。但是你要试着画画看哦。好，在这一章的最后，我要用旁来跟你做介绍。我用旁来跟你做介绍，一般的旁。激动的虹口，激动虹口是怎么画的？你们可能习惯的看的是这个啊 ，Hovers 六连环的那个结构。你化学人想看这个缺缝，你们学过化学，学过有机的，你知道缺缝才是一个正确的结构，对不对？这是虹口，是低虹口的，低频的虹口结构。你若把它画成是一个线性结构的时候，长什么样？四个地球，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到新结构去看的时候，它是不是中心啊？
一、二、三、四、五，它有变成什么？为什么有五个？它怎么变成它的？它是拿五号碳酸盐的勾组的这个量去达到第二点的比例，而形成这个重要的叫做碳酸盐。所以这个表示 SP 六打完之后是 SP 三，这是四个元素的关系，确立出了第五个重要的基本化学。这个碳中心叫什么？这个 Mary 代表了什么？它给赋予你这个葡萄糖，它是发黄的还是非黄的？它是赋予你这个葡萄糖还是非黄的？可是葡萄糖之所以葡萄糖，是因为这四个是不动，这四个东西是不动，不能动的，动了就是。那为什么叫这个低动的毒狗是？因为最高氧化氮是这个氢号，标题的氢氧化氮，纯醛酸二碳吧，一氢氧化不出。最酸最高氧化碳，接下来是全氧化碳，所以呢，这个是全氧最高的，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最远的这个，相对最高的这个，它要等等的，它的 OH 摆向右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OK， 那你就看得出来，每一个碳中心它是阿波罗的，所以很简单。啊，这以这碳来讲。最小的是它，这是第一名，这个是第二名，为什么第二名？因为这碳接着一个氧，接着氧一个碳，一个氢，这个接两个氢的氧，氮氧氧，这是一二三，碳自然是二十，可是氢自然不像，就是这个碳是它后面。所以我讲说这个毒口，我如果讲这个毒口是第一毒口，指的是这整个分子第一毒口。我讲 R 是什么？指的是这个碳是 R。你不能讲说这个毒口是什么 R。为什么？因为毒口是总共带有四个碳中心，都是重中之重，对不对？好，这样概念就不知道，这个叫毒口。那它的镜像长什么 ？L4 的毒口长什么样子？全部把这个 OH 当成毒口，对不对？当然是了。低透镜的功能是什么？因为镜像比较多，所以你要去看，你要选择什么，对不对？
差在什么地方？差在四号看的位置，这是四号，1、2、3、4，这四号看的位置，这三四号看的位置。所以你要去画它线性结构规划，把它跟虎口是都一样的画出来。虎口是1、2、3，好，我先把虎口直接画出来。这是虎口，对不对？我知道它跟虎口在什么地方，它在它的四号是朝下，这个四号是朝上。这个地方是一个爬坡式的转换，所以呢，我就把1、2、3、4、5、6四号的位置，把虎口是做规划，它就是在虎口的线性结构。我从这边给你看，这告诉你什么事情？无论是 Manos、虎口还是 Grandos、甘露堂、高堂还是丹尼堂，之所以造成这堂不一样，都来自它原来线性结构里面所存在的这四颗转性的转换点。所以这四颗如果变了，它是另外一个塔，它是另外一个，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我们看到哦，这一对是 entanglement， 那这两个呢？这两个。这两个都有四个单向性东西，可是它两个有互相影响，对不对？而且两个又是同一个位置，没有互相重叠，所以啊，这两个是。大家听清楚，这两个也是，大家听清楚。这两个也是单数，都是单数的，但是呢，有一个特殊因素，这两个这种单数的，基本上，他们呢，这三个一在，这三个二三都一样，它有两个以上的 parallel center， 其中呢只有一个是相反，其他都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它就成为一个。所以你会看到哦，在你们生活里面有些酵素叫 Epimerase， 那是在做什么用的？告诉你是我有一堆的这个异表面东西的东西，它是转其中一个态，它不动到其他的这个结构。如果你看的是 Isomerase， 它转的是什么？整个分子结构。Epimerase 是什么？它是把你的 R 结构做出来。所以这个是你看到的。OK， 这是什么？当一个打击物，用中文把它写下来。当一个一对打击物，一对非线性的同构物，具有两个以上的转性态中心的时候，其中只有一个转性态是相反的。所以这是一对 A 零，这边也是一对 A 零，因为一个是二号态不同，一个是四号态不同，它这两个是一对 A 零，当然不是，为什么？他们的二号跟四号一个动的二号一个动的四号，那你看这个不一样，就那一对就不是一对，它只是单纯的单数，是名词的问题，是名词的一样，再一次问吗 ？OK， 它是名词。大家说的是什么？指的是当我一个掌心盆具有两个以上的 parallel center 的时候，我称之为如果它们两个互为倾向，则它是一个非线性的组合，对不对？所以这一些这两个。这两个都是非线性的，可是呢，这两个分子里面呢，我有四个掌性态中心，其中呢只有一个不一样，就一个不一样。这时候呢，它不仅仅是单一，它还是来自于 A 的。所以 A 里面是属于单数领域的一种。这两个也是 A 里面，为什么？它有四号掌性态，可是这边这两个，它们的二号跟四号是不一样。所以这边这两个，他们都是单纯的非线性，他们不是，这只是名词的问题。你只要告诉我刚才是哪，在画面就可以断。好，这个 element 对话比较后面，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在用单一酵素的时候讲到 element， 所以会用到 element。那 element 定义来使用，每个 element 都有里面的 element， 所以 element 定义在讲的是你把它写下来哈，
一个镜像运营工，非镜像运营工具有两个表现中心上，其中呢只有一个看的表现中心是相同，其他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二啊、三啊、四啊、五啊这样子的话，我以及二 S 三啊、四啊、五啊，如果是 M 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是不一样，这是我的判断。
都是跟低缝的，都是跟低缝之间的关系。OK 吗？我刚才讲的，都是跟低缝，我讲的低缝是跟低缝，低缝是跟低缝。这个 L 缝我讲的是哪块？对。怕你会对刚刚的那个有疑问，这个地方我用模型做给你看一次，你要看清楚。一般你在看 future 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看它的。当你看 future 的时候，你是把你的结构呢转成这个样子，转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在纵轴的部分，它都是朝后面的，就是跟我说话平的，跟我说话平的。但是呢，它做很长很长面的，变成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它结构是什么？在纵轴部分的时候朝后面挪动。好，所以这个结构是不是这个结构？就这个结构。蓝色的跟这个蓝色是不是分层比较大的？蓝色水是氢，红色水是甲基，那就是它。所以它怎么判断它呢？你要怎么去画它结构呢？第一个，你要把平面的先画成这样，这样子就跟它长面的一样。这两个是朝着你前面的来，这个朝前面的，就这样。后面两个红的就朝前面。好，那你把你要怎么画成这样？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是不是甲基在平面上的？就是这样，甲基在平面上的。然后呢，你的那个氢往外面的氢在里面，氢在外面，氢在里面，就画成这样。然后呢，你要去这个讨论它的一些方法的时候，你要想讨论也可以哦，你要方法就记得也可以。所以反正你的怎么办？摆一边，所以这个不就是它吗？就是它。然后呢，我们刚讲过啊，这个跟它同一个分子是什么？旋转，旋转成 N 态。你说 N 态，这样是 N 态，这样子是 N 态，这样子是 N 态，都是，就看你的目的，就看你的目的，看你的目的。所以这个分子怎么做这个分子来单纯分子来？你要站在这个分子的最前方去看它，还是要站在它的侧边来看它？对不对？还是要把它转一个圈再来看它，那你怎么画？你要跑到正前方去看它。所以这些画法描述的都不是分子，纯粹看你怎么看它，是从你里面怎么看，是这样子看。所以如果你有疑问，你待会可以过来纠正看，你一定要画这个哦。好。我已经把这个粒子化学很重要的部分稍微教过你。我只能稍微，我们没有说，把它教得非常的困难，因为还很多需要去知道的东西。那我也没有教你这个更复杂化物理或环状化物理，不是很简单的。但是环状的这个化物理算是更复杂，所以我们是教你这个基本应该知道的部分。然后以化学的角度来看它 ，Andrews 镜像理工非常非常难的。在你所知道的这些化物的分子方法，比如包括说管束程式啊，你们所用过的这个多卡的理论，多卡的对不对？用过 TLC 啊，哦，或一般的这个 HTLC 啊，这一对怎么看？你怎么看到这个？这个就很好看。所以如果你是镜像力理论，原则上它是有光学的性质，一个遇到最近的化光束，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其他的容内点极性一模一样。所以非常难区分，它怎么分？这个以后这边就懂，你们大概用不到。但是如果你是这个，那个感应不是这飞机下面油的时候，它们两个性质不仅是循环不同，它的物理性质会都不一样，极性也会不一样，相对就很好区分，相对很好区分。所以你要去分生物学里面的那些异构物，如果它是假性都没有分，但是你是镜像异构物都很麻烦，所以要听到我们之前。这一章节都应该是跟你介绍过的，很多药物它是很具有麻烦的。为什么？在早期没有关系概念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镜像力很多都不区分，不区分，直接到身体里面去知道，一半发挥作用，一半都还比较害人。因为那时候化学家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去区分，现在有很好的方法了啊。所以去区分这些镜像力过物两个方法，应该是很好做到很厉害，让它得到单。另外是利用一些工具的，有可能是化学方法帮它降低氢化，有可能是这个所谓的长性 HPLC， 像我们想的分析法，那很困难，那不是很困难，那很困难。
你短短就要三十秒。啊，所以原则上要去区分这些新鲜的动物，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个剩余存世，但是很难，因为药物跟天然物，它是天然的是新鲜的动物。好。他去看这个，下一个重要的这个分子，它是一个所谓的 AQA 啦。我们是把我们的分子呢，从单纯的这个软链结构呢，开始要延伸推进去到这个具有取代机的。那也是取代器里面这个排序最小的，主管的一些分子。在开始之前，我先把里面这个部分的分子，快点做一些它的化性上的介绍，它命名上的一些介绍。但是这里不会把你们直接就是用比较